嘅時代咧，學校咧有冇整一啲叫做精英班啊？即係成績最好嗰一扎，咁啊就擺去呢個班別，咁啊就教佢深啲嘅英文啊，深啲嘅課程。咁有一啲咧就可能比較差啲嘅，就擺去最渣嗰班，就因材施教，咁啊教佢哋啲方式可能唔同啲，咁啊甚至係即係個方式可能就會係多啲有趣味啲啊，唔係淨係背書啊，咁啊多啲課外嘅活動啊等等，好多呢啲嘢。如果你以前細個讀書係有精英班，即係有因材施教嘅，或者要集中培訓佢哋，等佢喺嗰啲即係會考上邊啊攞啲好成績啊，俾個一字我睇下有冇啊。咁啊，我細個嗰時都有嘅，都有嘅，好似中三開始已經有啦。中三我入唔到，但中四中文科時都入到去啊。咁啊，然後即係譬如你中五嗰啲你要臨班嘅，再考多次會考嘅，都特別自己一班，即係會因材施教，即係學孔夫子講因材施教。你唔同嘅即係吸收能力啊，咁啊唔同嘅方式去教。咁啊，美國。